唔好行咁远啊！啊，呢堆就系索古群岛啊，最近嗰啲就唐福。呢个就茶果洲，再远啲嗰个就系喜灵洲，前面沙滩嗰个就系贝澳，再近啲个沙滩咧就系长沙。嗰边就唐福啦。这个就是茶果岛啊，下面就是长沙了。哇，你看我们的团友 Rebecca 几靓，哇，唯我独尊啊。这里全部的团友在这里了。啊，佳哥又上啦，好啊，哇，好靓啊，哇 ，William 啊，咁勇啊你啊，上到去嗰边啊，哇，阿敏好嘢喎，真系，咁都俾你爬到啊，好靓啊，哦，又到另外一个阿 Ringo 同佢太太阿 Vinny 影啊，好啦，第四个又有肉丝啦。这个就是凤凰山了，凤凰飘渺啊，现在有少少云遮住。得了，你要行嚟得噶啦。而家风景。系啦，唔系风景，而家影你影人。凤凰飘渺啊，不过而家唔系好飘渺，几靓而家。遮唔遮到你啊？哇，而家就好靓啊，睇到晒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帮我哋两个，我哋好少合照噶，嗬。呢个大东山啊，哇，万里无云啊，好靓啊！啊，呢啲野牡丹，要行去啊！哇，呢个几靓呢度。咁我想心水保持。啊，嚟到呢度有个大瀑布啊！啊！大瀑布，一直落啊！嗰个带唔到水落个波啊！出边，你咧个波岛，啊！两瀑布啲水几清，几靓。瀑布外面就。哇！海闊天空，山明水秀。啊，这个就是蟬蜕啦。哇，佢仍然黐喺棵树嗰度啊！这个蟬蜕黐喺嗰啲果树度。啊，这个就是大东山喎。系啊，遮住咗，暂时未。我哋、啊、可能侧边呢个就是怡东啦。嗯，但呢度真系好靓噶啦，讲真。咁未啊？呢度就贝澳啦。呢度后边系芝麻湾啊，再远远嗰度香港岛啦，同埋九龙啊，哇，好清楚啊，见到晒啦。啊，呢、这个就是南丫岛啊。依边就是香港岛啦，最高应该系姐旗山啊，跟住对面啊就系、是、九龙啦，最高嗰座就101大厦啦。你睇香港同九龙都好清楚啊。